二哥，啊，对了，姐，我看近两日祖母的胸口还是有些不顺，一会儿路过药铺，我去给祖母备一些药膳，也好。 我去去就回，姐姐在这儿等我。好。小姐，抓药吗？是，灵儿。哎，这上面的您帮我抓两副。您稍等。小姐，这……我知道。 这上面的药材您这里不一定全有，但有几样抓几样便是。多谢小姐体谅，实不相瞒，即便有的这几样，勉强也只能凑成一副。您稍等。好。今日总归是有点收获。嗯。啊！我干什么呀？小姐，我们最后的药了。 宁云烨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在闹什么呢？君真真，你活该，这就是你骗我银子的下场。看来150两的教训还不够，早知道应该给你加点价，比如5000两。5000两，那岂不是跟宁谷子同价？啊，是吧？哎呀！ 我一万两，动手打人了啊！快！15000两，现在还要动手打人，就是啊，宁小姐别忘了。 当日那5000两银子是你宁家心甘情愿为了赎回婚书跟我做的交易，胡说，全都是胡说！什么心甘情愿？明明是你登门要挟，还一次又一次的抬高要价。这京城头牌，吴潇潇的身价3000两，宁石公子才华出众，怎么也值5000两吧？真真，富家公子跟青楼小姐相提并论，还有这样比较？哎呀，大打雷！ 君真真，我跟你说，再走了，这事儿没完。再说，走了。二哥，这姑娘有点意思。你个狗贼，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骚扰君小姐！ 你可知罪啊？我知罪，直接就跪下。二哥，我……哎呀，不用跪了，谢谢。啊，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？我错在不应该调戏他。我跟你说，还好你遇见风流倜傥，武功高强。 为人正直又能打又帅的我，才能把你制服。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家里几口人？没有人。啊，我为人丧尽天良。啊，猪狗不如。对，不应该学我二哥。啊？那你二哥看到你这样，该有多伤心呢？我二哥还不如我呢。杀了我吧，我不想活了，我要去死。但你不要如此沮丧，人生可以从头再来的。 但我没有办法了，啊，是吧？啊，君小姐，留步，可否一步一叙呢？你这个无理之徒，我们家小姐跟你又不熟，有什么好叙的？ 还是为了那件事。
如果我今日实情相告，可否以后不再纠缠？绝不纠缠。好。我跟公主是世交，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他们的事情，相反我会用命来护他们的周全。告诉我他们的下落，这后面的事情我来负责。公主确实不是因为突发旧疾而亡故，当日那场大火你可知道？我知道我知道，可是你们纵火救人，人可救到了？如若真像公子所言，乃是公主之幸。此话何意？我们确实有去救下公主的打算，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最终还是晚了一步。真真不孝，来世再做您的女儿。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关押公主的地方不知因何事走水，公主确实葬身火海。九灵他得天自首，怎么会葬身大火呢？君剑真，今日你说的话我半个字都不信，他一定还活着。去北地就是八年，八年。再收到你的消息，就是你的婚讯。怎么了？你说大火灼破人的肌肤是什么感觉？以前我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。九灵他冰肌玉骨，可怕都没有过。九灵公主已经死了，她已经死了，死了！你这样做也无济于事，你这么折磨自己有意义吗？啊！
没有，他一定没死。我疼，你要相信我，他一定没死，他一定在一些地方等着我去找的。九灵，天涯海角我朱赞发誓找到你。